这里是哪里？你在干嘛？没干嘛。没干嘛？那你想怎样？秀丽，你别闹了，你想怎样？没事。没事？怎么没事啊？还把我绑起来？碧玉呢？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？快放开我啊！干嘛？我说啊，你面前有两个按钮。如果按了就回不了头，你会选择哪一个按钮？什么按钮？按下去会怎样？你可以选择你死，也可以选择别人死。谁？什么？谁会死掉？你在说什么？唉，你老婆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老婆？不要闹了。你到底想干嘛啊？你干嘛？我没干嘛，那你把我绑起来到底是怎样？你拿那个干嘛？开玩笑吗？你想怎样？你别闹了。你觉得我有在跟你闹吗？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什么？你想怎样？你不知道枪是没有长子弹的吗？想怎样啦？是玩具吧？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今天晚餐吃什么？什么晚餐？或是昨天早上你去了哪里？昨天早上我问，疯了吗？把我绑起来，还按着什么奇怪按钮，做那奇怪的决定。好了，你今天晚上吃什么？BOOM！ 干，你疯了！怎样？快放开我啦！好，OK， 我们不用你客气，谢谢。对，骂脏话。